欢迎光临。朋友，我是无限药局的办公师九九。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下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无限药局一月九号的时候，终于要开始试营运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无限药局的环境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调剂师，耶、yeah。之后呢，领药可以到这边来领药。对，没错。然后这边的墙会有那种很多树的感觉，那种丛林的感觉，就是有生命的起源的感觉。然后中间还会有一个玻璃砖块，超漂亮，很漂亮吧？很漂亮。然后之后我们这里调剂师会有那种预约服务，就是线上预约领药的服务，大家可以来我们药局预约一波。我们会有 LINE 官方可以预约。好，那接下来这边呢，就是我们之后会放 OTC 啊成药的地方。对，目前是还没有进来药，所以就是空空的。对，之后我们会摆上去很多 OTC 跟一些成药啊，一些医疗器材。大家呢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发现无限药局的装潢都很漂亮。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王伟强。没错，这就是九九花了很多精力跟设计师讨论出来的一个很贵很贵的王美强，大家一定要来这里拍照的。然后呢，我在这里再公布一个优惠的活动，就是我们药局呢加入会员跟官方 LINE 的话，我们会给1000块的优惠券。详细的内容的话，我们会写在下面资讯栏，大家可以来参考看看，然后加入我们的无限药局会员，耶、yeah!好，那我们药局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就只有介绍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所以大家之后一定要来无限药局来逛一下，然后来看一下无限药局有很多漂亮的地方，也可以多来拍照这样子。没错，我们的地址会秀在这下方。没错。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大家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这里真的很漂亮，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拍照的地方。好，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